直接用手套做短抛的动作，而且抛的球的位置跟轨迹也很好。这球打成了一个神远的飞球，中外野手追过去，结果是哇，一棒扛上去一个红不让。所以刚才能抓一个出局数还是价值连城的啊，否则这时候的杀伤力当然就更强了。不过这一棒呢是王姓名的一支全垒打，一下子把比数给拉近，这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比数现在变成了5-8。这也是王姓名在本季的第一轰，那在新斗牛队